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封神。昨天咱们说到，应该是崇厚虎跟他儿子被这个苏全忠好一通劫杀，逃出了三四十里之外。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，那苏全忠自己也不敢往下追，所以就回营了。苏护一听呢，儿子并没有最终抓到，就没有最终杀掉这个崇厚虎。那心里多少有点遗憾，但他也就是命运了，他也没什么招了，所以也就这样了。那因为天已经亮了，所以这是作为第二回当中，这个苏护反唐之后，等于是他把他的这个宗主，因为这个崇厚虎是这个北伯侯统领北方的200诸侯，那冀州侯呢，作为这个苏护呢，是他的下属，等于是下面呢把他给打了，那他就很没有面子了。那事情就是这么来的。而打他的原因呢，就是其实打他的原因很逗，苏护不喜欢他，就关键的原因就是苏护不喜欢他。苏护说了，换个别人来，咱们还能谈，你来，咱俩连谈都没谈。连谈都没得谈，气势上来就干了。所以这是我们就上一期节目当中讲的。那到第三回，对不起，叫姬昌解围进妲己，这是第三回了。姬昌解围进妲己，他讲的就是西伯侯处理事情的态度跟这个北伯侯完全不一样。因为西伯侯到现在就没露面，到现在他回了这个西岐了，我们上次讲了。那在第三回一开篇，先讲了这个崇厚虎呢，才疏学浅啊，骑着逍遥马，这个什么本事都没有。然后他后面就讲这么一段话：从来女色多亡国，自古权奸不到头。从来女色多亡国，自古权奸不到头，岂是纣王求妲己，应知天意属东周。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用了这句话啊，他前面先讲说从来女色多亡国，这是指不是女人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它不是指女人的问题，它实际这里指的就是色欲的问题，其实是人们贪色的问题。你要让我说，我觉得就很简单，你只要人就有生命的两部分，人的魂魄与人的肉体，你只要注重肉体，你就会淡薄魂魄，你只要注重肉体，你就是散德行，就是散德行。就像你现在的女孩子、女人去骂人的时候，骂男的也那样，瞧你那个缺德样儿，哈，瞧你那个缺德样儿，男人骚。去招人家就会让人家骂，他永远是这样，所以这个东西没有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那反过来，君子之道就是彬彬有礼，他知道进，他更知道退，他知道进更知道退，他更知道应该如何谦让，但不代表他软弱，而是代表他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具有的那一份品质，具有那一份品质，所以。从来女色多亡国，不是指女人如何，因为那个时候反正做王的呢大多都是男的，那做王都是男的，那他贪恋肉欲的话自然就奔娶女的。有人说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说法，他不知道，可能有吧，但是他我们只能按照正常的角度去说。自古权奸不到头，权奸权贵这种权宦之人，奸诈奸邪，其实就是今天的精英啊，就是今天的精英。精英文化是一种掩盖的文化，精英哲学是一种欺骗的哲学，精英的东西不外乎就是一种包装，对吧？包装，他把本来糟粕的东西，你也不能说糟粕，就是说他把本来那样的东西透过这种包装提色了50%，然后你把那盒子一扔了，包装盒子一扔了，嗨，我买就这么个东西，我
要这东西，你也没要那盒子。可是呢，今天呢，太多的文化是注重，就是它完全偏失在这个点，这点上。所以，这是我们这类比来讲，自古权奸不到头。所以，不到头的意思就是说，权奸必存在。没有权奸，哪里有憨厚啊？对不对？没有权奸，哪里有憨厚？而这个到头概念呢，人们有一种说法，笑到最后才是笑到最好的。那什么叫最后？这是个问题，什么叫最后？所以在现实人的环境中，我觉得你很难讲最先最后，很难说。顺天意的可以达到后面，逆天意的就不行。权奸者一般都是自私的，一般都是自以为是的，一般都是为我的。所以权奸跟女色是吻合在一起的，多王国跟不到头是对等的。而这个女贪婪，就是贪图女色的身边一定是权贵的啊，一定是权贵，所以这是对等来的。所以但他讲的就是这两句话讲的是人的层面的表象，就是人的层面就是指我们肉体所在的表象。岂是纣王求妲己，应知天意属东周。这是一种天意，是在人的魂魄的角度看待同一件事情。所以有没有权奸，有没有女色，那天下天意依然是属东周的。但是如果在这种过程中，当天意属向东周，纣王这个商朝将要灭亡的时候，那纣王在神的安排下，纣王一定表现出近女色，身边多这个权奸之人。所以这是对等的。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慈悲的，就是神佛慈悲的表现。当你能够看到在这些掌权者身边有着这个权宦之人的时候，有着这种奸臣的时候，你知道就到头了，那是是非之地，你就躲开了，不会再朝为官的。你再朝为官不为官都没有用的。岳飞厉害吧？岳飞救不了南宋，岳飞拼了老命也救不了南宋。然后说他遇到了秦桧，没有岳飞可能也就没有秦桧，这是对等出来的。那谁让岳飞这么厉害，非要救南宋，而且也能救了，那怎么办？出个秦桧。这是我个人能够理解到这意思，所以他在讲是这个。崇侯虎父子带上，奔走一夜，不胜困乏，收拾残兵在将，这个带去50,000人，现在只剩下1800人。然后崇侯虎一看，哎呀，不胜感伤，哎呀。这个就非常的悲剧。那黄元济是他的偏家将啊，说这个，哎呀，君侯你何故感叹呐？生父乃兵家常事了，昨天晚上只不过偶然中其奸计了，无所谓了，暂住一宿，然后可以发出一道催兵书、催兵文书给这个西岐，那让这个西伯侯速速派兵啊，我们再干，接着干。一则可以添兵相助，二可以解今天仇恨，解今日之仇恨。这个崇侯虎一听呢，就心里就更不地的，更不那个了，说，哎呀，这个西伯侯按兵不动，坐观成败，我今天再去催他，我不就更那个惨了吗？就便宜他了，因为他是在违背圣旨乃罪名也。你看奸的就是奸的，他都被人打到这份上了，他狗屁本事都没有。结果呢，人说你商量好的西伯侯也来吗？那西伯侯没来呢，那底下偏将说，哎，大王咱就请西伯侯来就完了，你催他一下。他还想着治人家罪呢，他都死了好几回了。所以奸贼就是奸贼，奸人就是奸人。咱们就说傻奸傻奸，你都死了好几回了，你还惦记着到皇帝那儿，到这个大王那儿、纣王那儿去摆给西伯侯摆道，西伯侯连动都没动，你已经都那样。
其实现实中很多这样的人啊，在今天的现实中很多这样，我觉得这是可以借鉴。当你分不清楚人好坏的时候，看这些书呢，啊，看这种书，它的基点是生命基点的时候，你能辨哦，这种人就是恶人。无论他对你多好，你记住，无论他对你多好，当他对你好的时候，他是要算计你。这话，咱们一般这话我都不说这话，就说他对你好的时候，他是有他个人目的的。可能今天朋友说了，谁没目的，谁去对别人好，那就对了。今天的世道就败坏到这份上了，所以才出现天灭中共之说。如果世道没败坏到这份上，我觉得那个相应也不会达到这份上。所以共产党的恶在于把中国人毁掉。说正在迟疑，结果前面出现了大批人马，哎呀，一下就给崇和虎吓坏了。他叫魂不附体，破绕空中，魂魄全出来了，紧急上马，然后往前观望时，说在两杆旗帆中间出来一将，面如锅底，那就是大黑啊，面如锅底，海下赤须，黑脸红胡子，两道白眉，眼如金镀，眉毛是白的，眼睛是金光发亮的，那是人吗？那个，什么身穿连环甲大红袍，他们都穿大红袍。其实里面我看到很多穿所谓大红袍的，很多是因为有一些讲究的呀，有一些讲究的，腰系白玉带，骑着一只叫火眼金睛兽，啊，火眼金睛兽，咱也没见过什么样。我们在另外节目中，我跟大家解释过，我说，其实，在《封神演义》的年代，是人神还有着这种共存的痕迹在其中。夏之后就已经不行了。夏之前，在这个三皇在五帝的年代，人兽是共通的，神人兽其实是它相互在一起的。你从这个希腊的这个神话故事中可以看到这个。类似在这个等到西游记的时候，其实有这个东西，但它只剩下痕迹了。所以骑兽的人大多都是有一点本事的，它是配着来的。一般的人都骑马，你那他就那样了。你看姜子牙是骑的是麒麟，那当姜子牙骑麒麟的时候，那是跟他师父有关。燃灯道人骑了一只鹿，所以这是就不一样。那人一般都骑马来，结果用了两把战金斧，短家伙，说此人乃崇厚虎的兄弟，崇黑虎，官拜曹州侯。所以那后虎一看是亲兄弟，哎呀，兄弟你可来了。闻知兄长兵败，特来相助。他也不是怎么知道那么快，不意此处相逢，实乃万幸。这个崇英彪就在马上给叔叔请安了，说这个有劳远射。崇后黑虎就说了，小弟此来跟兄长合兵一处，再回冀州。那兄弟自然有办法处理他。那崇黑虎只带了三千乌鸦兵，那他后面带两万人在他后头，他来得快，所以一扭脸又回到了冀州城安营扎寨。曹州兵在先叫战，那因为他打到那时候天刚亮嘛，所以上午的时候遇见崇黑虎了，那扭脸又回来当然可以嘞。所以冀州飞马就报给苏护了，说头一天苏护以为没事了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大上午啊！曹州侯崇黑虎兵临城啊，叫兵至城下，请军爷定论。苏护一听，憋三爷了，低头不语。然后低头不语的时候，低了半天，最后来一句话：黑虎武艺精通。叫小畅玄理，他叫小畅玄理，
玄呢，他这里用了玄，用了玄呢，其实就是说，有艺术，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本事。满城诸将绝非他的对手，如之奈何呀？该怎么办？苏护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苏护呢，他在起兵，他在反这个纣王的时候呢，完全是他是一个性情中人。包括他打崇侯虎，那他打崇侯虎的时候，他难道不知道他兄弟吗？他跟崇黑虎是把子兄弟，拜把子兄弟，所以这些他都知道，但呢，他只是解决眼前的，所以你就能够理解这个人物的塑造，能理解在历史上塑造一个人的时候，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是各样的人。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嘛，各样的人身居各处，你看起来都是他个人的一种秉性的代表。但是，正是这样性格的人，发生在这个时间点上，遇到了周围这些人，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件事情，对应起来，让人们看到是一个完全一种立体式的生命的展现，那是立体性的，对吧？有普通的人，有商纣、纣王。周朝，然后你又往上走，各路神仙，它是立着来的，各路神仙立着来的。哦，这个《封神演义》是这么讲的。其实《西游记》有这个含义，但《西游记》呢，它主要在个体修炼上啊，而这个《封神演义》讲的是改天换日，是改天。那365个神都换了，还不叫改天换日吗？那左右听苏护这么一说，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他儿子苏全忠上来就说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那一个黑虎有何惧哉啊？”然后他爹骂他了：“这小兔崽子啊，年少无知啊，自负英雄。崇黑虎曾遇到一人学艺，传授道术，百万军中取叫什么？”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，亦如探囊之物，不可轻视啊！苏全忠大叫：“父亲，你长他人之锐气，灭我之威风，你到底这是干什么？”那你说孩子就是孩子，孩儿去去就回来，我一定把这个崇黑虎的脑袋给你带回来。不生擒黑虎，誓不回来见老爹。哎，苏护也厉害，哎，小子。这是你说的啊，你可别后悔。所以你看那时候的父子，我觉得也蛮有意思。那很多里面讲的是也是这样，父子师徒如父子，这个父子一家同在战场的时候，那后面出现包括黄飞虎他们都出现这个问题。那父亲跟儿子之间在战场的过程中，他既有亲情，但是呢军令如山，还是他把就是说公和私分得很清楚。那苏全忠根本不这时候不听他爸的，因为头天夜里他刚把这个崇侯虎打了一个不可开交，崇侯虎等于是前后输了他两仗，所以他根本不放在马上，不放在他眼里嘛，所以上马就说包中军出去了，叫崇黑虎跟我答话。蓝旗，他叫蓝旗芒豹，那时候也那地方也分蓝旗、黑旗、红旗。蓝旗芒豹二位主帅，外面有苏全忠讨战，崇黑虎暗喜。我此来一则为长兄兵败，二则为苏护解围。那以全我朋友之间的交情，所以他来既帮助他兄长。他兄长不地道嘛，但终归是兄长。二来呢，那其实苏护是他的把兄弟，所以他就出去了。出去之后呢，崇黑虎挺客气，说：“哎，全忠贤侄啊，你回去让你爸出来哈，我自然有话说。”这苏全忠呢，哎，就是所以年轻就是年轻，他根本就不听人家说什么，他只想他表达。只想他表达，因为父亲呢说了，崇黑虎武艺很高强，一般人根本受不了，所以他非要把崇黑虎整一把，在他父亲那儿露了脸，
其实很多事儿，很多麻烦事儿都是类似的，就是说人们对进谁都能知道，谁对进，会进的不如会退的，100个会进的不如一个会退的，原因不如一个会退的原因就是说，在彼此的过程中，彼是彼，此是此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无论多了解你，或者你无论多不了解我，如果都往上顶的话，一定是有问题的。夫妻之间，对吧？亲密无缝，可是做梦，谁也不能相互穿串胡同似的，咱一块串胡同做做梦，不可能。所以，生命的概念已经揭示了，在现实的环境中，在我们生命的环境中，要懂得退，啊，一定要懂得退。但人活在面子上，真正懂得退的人是境界。其实他怎么叫懂得退啊？他不在输赢中，他不在胜负中，他不在得失中，眼前的一切都不在他眼睛里，眼前的一切你看到，你在你的眼睛里是得失，在他眼睛里是逗你玩儿。那你说他还在乎吗？他肯定不在乎。所以退跟进对于他其实都不存在，他只不过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秉承着生命的善的理解。当懂得这些的时候，当完全体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的首要的概念不伤及生命，实在无奈的时候也不会经他手去伤及别人生命，但是斩妖除魔，他就一定是在最前头啊，一定是在最斩妖除魔本身就是珍惜人，珍惜神所造的人，对吧？那妖魔就是害人的，所以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，这是真实。当你的内心中拥有这一份境界的时候，在别人的眼睛里，你就是一个有修为的人。他讲不出道理啊，他讲不出道理，但是一走一过，你从他身边走，他会看到你所谓的这个人气质不同，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，这个你就问他，他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？这废话，别问我，我就觉得他不一样。这是我们真实的生活，对吧？我看到一些人确实是具有他的穿戴，其实就你说他一定特殊和不特殊吗？他没什么啊，他没什么，但是呢他会给人这种氛围。所以而在中国，在现在的环境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，正好是反的。人们要靠衣装、靠服装、靠名牌、靠这种、靠那种去提高自己的身份，然后你坐着看呢，你就这么看他就乐。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咱开玩笑，那个时候改革开30年前，东莞那时候就说东莞广东，说那东莞有钱，说那个对不起，说那个村长怎么有钱呢？香港人来说要买这块地，这块地怎么买呢？给一辆奔驰600。给了一辆奔驰600，给了一辆意大利的老人头，啊，那是真的，那时候没假货，意大利老人头就是皮鞋喽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。光着脚穿着老人头，骑着开着这个奔驰600，门就这么摇着，在这地里一画圈，这块给你了。我说的是真事儿，改革开放的年代。我相信李嘉诚知道他后老了悔了。那个就这是咱们说的意思了啊，咱再回来说了。所以他根本不肯善回，他不这个苏全忠他不退的，就骂崇黑虎，崇黑虎我跟你势不两立，那我爹跟你论什么交情，你今天下马受降，我今天就饶了你，要不然你后悔啊，你老后悔了。那你黑虎当然就那你这么一个闲职，你这么骂我跟你爸是把子兄弟，你跟我来这套，小畜生干无礼，拿着这个举起了战金斧劈头就砍。那时候没假的，
那你东西要来假的就更没的意思了，对吧？那不可能有假那种。苏全忠手中方天画戟，戟甲相还，两叫兽马相交，一场恶战。那里头就讲了，这如下山虎，那如摇头狮。下山虎如何如何，摇头狮如何如何，一个要定乾坤，另外一个要把江山拿什么。那人原来写诗都是这么写，你比我英雄，我比你狗熊，对吧？苏全忠不知道，他讲说黑虎自幼拜截教真人为师，在西游记里边凡是拜截教为师的全死了啊，全死了。而拜元始天尊这一门的，有些有本事的，他一定都这么说，他们的师父在一开始就知道他有来处，就知道他是封神榜里面的名人名将，但知道他师父还教他。其实反过来，他的师父是受着天命的，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像广成子跟赤精子救了殷郊殷红，就是带着某种天命，不救也得救，救也得救啊。那这里说的崇黑虎拜截教真人为师呢，这里面就是他是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看到的在人间，就是截教当时在人间传了很多人，按照规矩上说是不应该的，他没有约束力啊，他没有约束力，就等于是传乱，其实里面含着意思，传乱了，有教的是好的，有教的是不好的。结果他师父给了他一个葫芦，背在后背上，有着无限的神通。苏全忠呢，只仗着平生就是人之勇气勇猛嘛，又见这黑虎使着短家伙，他使着方天画戟，那短家伙吃亏，所以就眼底无人，就非要擒这个黑虎。他就把自己平日的吃整个这个他的武艺本事全都亮出来了。他叫说99-81进步72开门，练武术有这些讲的啊，有多少什么99-81进步，什么36怎么样，这个24怎么样，是这么走的。腾挪闪迁持速收放，腾挪，我原来学过那叫什么腾挪什么什么什么，它是有这个说法的，在我忘了记不住，在练武术里面是讲这些的。下面就说叫安邦定国正乾坤，一把银千戟，说他这把戟呢是太上老君方天画戟，是太上老君练出来的。三军害怕，叫如何如何如何，怎么就这么讲了。然后他扭脸就说，苏全忠使出平生精力，把黑虎给吓了一跳，杀了一声了。看黑虎说，苏护有此子如此，真是将门有种。把他使着短家伙嘛，一晃扭脸就跑。那苏全忠说，嘿，你就这样都吓尿了，你还跑，我不抓住你，我不叫苏全忠。苏全忠就追，是黑虎跑得快，他跑得快，追得快，黑虎跑得慢，他也追得慢，所以就追了一个马前马后。苏全忠非要抓他，黑虎一看这个呢，就是往前跑了多了嘛，就离开人，就离开的整个那个群落了嘛，然后就从后背就把葫芦给取过来了。所以你想想，凡是我注意到，凡是有这些宝贝的，一般都是短家伙，没有使长家伙，他抽不出手来。把葫芦拿过来，把盖一打开，呼一吹，一股黑烟就起来了。他说，一股黑烟起来之后，一下就化成了天罗地网，大小黑烟中有嘁哧咔嚓，有那种嘁咔之声，嘁咔之声，所以看的嘁咔之声，所以这个黑烟不是烟。是鹰，它叫铁嘴神鹰，其实就是演化出来的东西。
铁嘴神三千只铁嘴神鹰劈面而来，苏全忠是马上英雄，哪里知道是这个？他一看来了，他拿方天画戟能护住他身子，那个鹰捉不着他，那马没戏呀，就把马眼睛给剁了。所以他一个倒挂紫金钟，一个倒栽葱就下来了。那谁带的三千乌鸦兵一下就把他给抓了，一下就给拿下，就把苏全忠就给干掉。黑虎得胜回营，辕门下马，二爷得手了，生擒苏全忠，辕门听令。那崇侯虎一听太高兴了，请，然后说小弟把这个苏全忠给抓在辕门呢。这个崇侯虎高兴，推来，就把苏全忠给推过来。苏全忠立而不跪，那侯虎大骂：“贼子，你也有今天，你还能说什么啊？瞧你牛叉那样，昨天晚上你给我打的屁滚尿流，对不对？我连尿都尿不出来了，那是吓的。嘿，你今天也这么着？嘿，你昨天的英劲在哪儿呢？小样儿吗？你得推出去斩首。”苏全忠就骂他：“要杀要剐随你便，什么如何如何的啊？你们一般奸臣是成汤基业全都被你给断送了，生吃不了你肉，我死我也得如何如何。”他一般都是这样。崇侯虎叫黄口孺子，敢就是你一个黄毛丫头，黄毛丫头，你乳臭未干的小的，你今天我抓了你了，你还跟我来这套啊？你还骂我？推出去斩之。崇黑虎说：“兄长暂且息怒，这事儿这里头有道理。苏全忠给抓了，但是你要明白，他们是朝廷重犯。朝廷重犯的意思就是，是纣王要他们，不是咱哥俩的事儿，对吧？而纣王是把他抓他的以正国法的原因是什么？人家要他妹妹，纣王要他妹妹。”纣王不要他，要他苏全忠干什么？所以抓他是为了要他妹妹。说，而苏护明儿人家一改主意，把自个儿女儿送给朝歌了，送过去了。你说咱们把他儿子给杀了，结果这个妲己到那儿已经成了国母了，说咱哥俩不就惨了吗？你看，还是使计谋的人都正着说。顺着他说，顺着那个坏人的利益上去说，没交朋友坏，不是说这意思，但是起码你不能把自己非给人嘴里害，让人家找机会害你，对吧？顺着他利益说。那他就讲说，那如果要是这样，今天咱把苏全忠杀了，明天人家苏护把他女儿把他妹妹给送过去了，那人家国母怪罪下来有咱俩好呢？我们俩立了功了，结果是没功，搞不好还掉脑袋，因为他到时候你惹不起啊。说你看人家这个西伯侯还没到，咱们兄弟何苦呢，对不对？他还有一份呢，你等他来再说呀。所以你就把苏全忠关在后营算了，你可千万别杀他，到时候把他兄弟使使劲儿，把整个苏护一家都给抓了，我们满营就是一家都给他押解到朝歌去，那咱兄弟俩多有光。那苏这个崇侯虎就是利益之人呐，贪嘛。那一听兄弟这么说吧，那比杀掉他解恨多了。领行，押在后营给二爷庆功。苏全忠就这么给抓了。苏护探马去背报说长子给抓了。苏护说行 ,OK, 打住你。谁让他不听他爹，不听父言，不听老子之言呢，对吧？自己以为自己吃几碗干饭，被擒活该，理所当然。你我豪杰一场，亲自被抓，强敌压境。那冀州不久将为他人之所有，这又如何呀？他就感叹了，哎，原因就是因为我生了这么个丫头，对吧？我生了这么个丫头，那这个昏君听这个谗言，
结果让我满门受祸，我招谁了？他说都是怪我生了不孝之女，招此穷祸。哎，此城一破，就会使得我妻女被擒，这个结网朝歌，抛头露面。那时候自己的老婆或就是女人被抛头露面是奇耻大辱，是男人的奇耻大辱。所以不如先杀了妻女，然后我就自杀就算了，这也算个大丈夫，起码保住了我的名声，也保住了妻女的这个贞洁，贞操贞洁。那那个时候也是讲究这些的，所以十分烦恼，仗剑走进后厅。小姐妲己笑盈盈的就说，哎呀，爸爸进来怎么还提着剑进来呢？那苏护一看这是亲生的女儿啊，爹跟女儿亲呢，对吧，娘跟儿子亲，爹跟女儿亲，哎，一看这，哎，这事儿没法干，下不去手，哦，这事儿。苏护就说了，含着眼泪说了，哎，冤家全是你啊，你哥哥给人给抓走了，城被别人所困，父母将被他人所杀，宗庙被他人所有，就是祖宗庙，生了你一个，断送我苏家一门呐，啊。所以这是通常认为就不那个。这个时候他就不知道当爹不知道怎么下手吗？这个时候外头就咔咔又来说，这叫他叫什么？云板，请老爷升殿，重黑虎所战。结果这个苏护一听从黑虎又来了，他知道打不过呀，但他这人没脑筋，他不想没脑筋。严守叫什么？各城门严守准备攻打。重黑虎有艺术，谁敢拒敌？所以所有急令众将上城，搭起弓箭啊，准备好什么滚木啊、烟火呀、信炮啊、石头啊。反正我不出去，我砸死你，我只能守城。那黑虎一看说，哎呀，兄弟，你出来咱俩商量方可退兵啊，你别不出来，你不出来这事儿可怎么办，就没法办了，对吧？那他就不出去，那从黑虎也没招，就回去了，说啊，苏护不出来。这个后虎说，驾云梯打呀。后来黑虎说，哎，不用，困他粮道，让里头没粮食，那城里头老百姓没粮食不就完了，不攻自破吗？咱们以逸待劳，等西伯侯来再做商量。所以就这么着了，苏护在城内一筹莫展，无路可投，束手待毙。正郁闷着，说都梁官郑伦后令听旨。苏护一听，哎呀，还都什么粮啊，没用了，打不过人，有多少粮食也是人家的。说令来，这个郑伦来到了滴水岩前，行礼。末将陆文叫君侯反商，崇后虎奉旨征讨。那因此末将心悬两地，人心悬两地就是七上八下，一直惦记着呢。我这压着粮，那头惦记你呢，啊。星夜奔回，不知星君侯胜负如何啊。苏护说，昨天呢应朝歌，原因就是这个朝上去朝歌了，那结果这个昏君呢听谁叨过费仲叨过，非要我女儿，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结果就把我本来要我要被杀了，结果放我回来让我送女儿，那不能送，我一生气就写了反诗了。今天呢他就来了，昨天就来了，所以我赢了他两仗三仗，结果呢应该大获全胜。他不想冀州侯重黑虎把全忠给抓走了，而重黑虎有艺术啊，勇冠三军，我不是他敌手。他说，今天下诸侯八百，我苏护不知往何处相投啊，自私至亲不过四人呐。所以这时候都讲家，那时候都讲儿子已经被抓了，我是想把我老婆跟女儿杀了然后我自杀了，那省得天下取笑我，那众将官你们就收拾行囊
你们看谁家好，你们就投奔谁家算了，咱们就散了啊，散了。苏护说完了就，他叫不胜悲切。那男人，老男人是他没招了，他就这样了。郑伦一听大叫：“君侯，今日是不是吃多了，喝多了，你迷糊了？你疯了？你看出此不堪之言语，天下诸侯有名者，西伯侯、东伯侯、南伯侯，总共八百诸侯，啊，一齐都到冀州，也不在我郑伦的眼角之内，啊，这郑伦厉害，何苦自恃卑弱如此啊？”那末将自幼相从君后，那承蒙提携，欲戴垂腰。末将愿尽犬马之劳。这里他就讲述了一个君与臣之间的关系。八百诸侯国，每一个诸侯下面都有自己的家将，家将只对他们。这是尽忠，那家将为什么不对？那如果纣王按照现在的共产党的这个出卖理论哈，对吧？学生都出卖老师，那跟古时候讲的完全是反的，对吧？苏护那跟纣王出了毛病，纣王是他的君侯，那你苏护这么干的话，那我们家将都得把苏护拆不给送给纣王，那我还多个一官半职，搞不好我把冀州侯给抓了，明儿我就是冀州侯。你看，忠义啊，忠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关键的一点，对谁就是对谁，以命相抵的。今天不是，今天一切都是利益的，谁不卖谁呀？谁都卖，而亲儿子都卖。所以唯利者必下贱啊，唯利者必下贱。从中你可以看到，他郑伦不会，他有那么大本事，他不会借此抓了苏护，把苏护送交给纣王，从而自己占据冀州，那多好，他有本事啊，没有。所以人与人之间不是按本事大小而论的，人与人之间是按真正的生命的这种相互关联，我在人的这面，你是我主，我是从，我永远是保持这关系。其实一直到《三国演义》，同样都是这么讲的，啊，都是这么讲。今天不是，今天一切都按本事说话，对不对？有钱就是爷，你连孙子都不配，啊，真的。有钱就是爷，你连孙子都不配，因为你不是人。那谁要说的是这是他孙子，你不糟蹋你自个儿吗？糟蹋你妈，糟蹋你媳妇儿。你想吧，骂人，就那个小五毛还骂人，会骂吗？是不是这道理？所以那个是人的境界。你知道，如果在这个在那当时的环境中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这样相处的话，哪里会有毛病，对不对？我本事再大，那你是我兄长，我永远敬你，你只要做的是兄长的样，而不是我本事比你大，我把你给算计了，不是的。所以今天会把这些东西作为愚忠，作为笨蛋去说啊，作为笨蛋去说，那今天呢，一个个骚的都是飞扯非洲驴蛋，所以才会出现现在的场面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《封神演义》中，他的内间的就是分毫的点墨之间，看到人们之间的生命之间的那种关系相处，即使在这种战争的过程。苏护听郑伦之言，对众人说：“这人崔良是不是遇见妖怪了？遇到邪气了？满口乱说呀！是不是狐狸附体了？不但天下
八百诸侯，就这一个重黑虎，他可拜过异人，传过道术，叫神鬼结晶，凶藏韬略，万人莫敌呀、啊！你连他，你竟敢轻视他？郑伦就说了，暗箭大叫：“君侯在上，末将不生擒重黑虎来见，愿把首顶项上首级纳于众将之前。”大家谁也不让谁。不由军令翻身出府，上了火眼金睛兽，他使的是两把叫降魔杵，带着三千乌鸦兵，自己的兵黑压压来到阵前，叫重黑虎来见。探马道说：“报二爷，冀州来了一个将，请二爷答话。”黑虎说：“小弟前往。”黑虎一马当先，见冀州城下有一群人马，按照水，他叫同样是按照这个，他是讲是按照金木水火土那么来做的，像乌云一般。一员将叫面如紫枣红的，须如金针，九云烈焰冠，大红袍，金锁甲，玉素带，火眼金睛兽，两马，两根降魔杵。郑伦一见重黑虎，他的装带也非常的奇妙，就是他这里是讲说，凡是真正拜过师的人，有过一些艺，就是有些本事人，他在他的衣着上会有所显示的。为什么在衣着上有显示？一个可能跟他的师父有关，就跟他的门派有关，对他的师父有所敬重；再有一个是他门派的某些要求，他穿的某些衣服某些要求。那你到修老道就得穿修老道的样，对吧？那在庙里就得跟庙里那样。它其实表面上是一种服饰，服装，实际它里面有一些关系在里头啊，有一些关。那穿西服的样跟穿大襟的样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说这意思了。那人家的含义可能会更深了。重黑虎不认识郑伦，来讲通名：“我叫郑伦。”说：“你就是黑虎吗？把我主将之子放了。你要不放，有半个步子，我今天立刻就碎了你。”重黑虎大怒，匹夫苏护违犯天条，有粉身碎骨之祸。你都是叫叛贼逆党，胆敢如此大胆。催开坐下兽，手中的双斧抡开，直取郑伦。郑伦拿着杵就紧急相还，两兽相迎，就打起来了。然后他就写了这么长的一首诗，在描绘他们俩在怎么打。要知他们俩怎么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风尘。咱们上回书说到郑伦回来牙凉回来之后呢，一看这个苏护啊唉声叹气，就是毫无英雄之模样，这个郑伦就不高兴了，说这个主公啊，你这个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大丈夫要面对现实，大丈夫做事情你哪能这么杵我的，就把这个苏护给说了一通，然后呢就讲说等我郑伦出去，我把所有
我把他们全给拿回来，就是八百诸侯讨伐咱们冀州，那我一个都不怵，我个个我都能给你抓回来。然后这个苏护就说，就跟边上这官就说，疯了疯了，他是崔良官疯了，他到底崔良的时候遇见谁了，遇见什么妖怪了，让他敢如此口出狂言。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崇黑虎到底有什么本事。其实苏护也不知道郑伦有什么本事。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现象。郑伦一直就在苏护身边。你知道压粮官这个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当初二郎神在这个讨伐，就是姜子牙，当初二郎神叫二郎神，在姜子牙讨伐的时候，这个二郎神就是这个压粮官，二郎神是压粮官，哪吒是先锋官，所以压粮官其实高过了先锋官，先锋官容易夺头功，但先锋官也容易就送死，就这么回事。那先锋官同时呢，他的关键的问题呢，就是说在开兵建仗的时候，那你第一仗要打输了，那你多晦气啊，所以他是镇军威的，他有点虚，压粮官不是，压粮官要折了，那全军就全完了，没饭吃就完了，对吧？民以食为天，他本事再大他得吃饭，他没饭吃其他全完了。所以郑伦是给这个苏护做压粮官的，那也就按道理讲，苏护第一，苏护必须信任他，就是他获得苏护的绝对信任。那军饷军粮那就是天经地义的，所以绝对信任他。第二呢，那苏护应该知道郑伦有本事，这个本事呢就是勇冠三军的本事，没有勇冠三军的本事，他如果在路上出现了什么闪失的话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郑伦被作为崔良官压粮官来讲，苏护很了解他，但苏护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。这是大家要，我觉得大家要能够体会这其中的含义，就是说书里也没解释。那崇黑虎同样，苏护跟崇黑虎是拜把子兄弟，后面就提到是把兄弟。那把兄弟在那个年代就是拜把子，就是誓约呀，誓约就是生死，所以把兄弟的概念就是一拜，大家一拜兄弟，就是你活我活，你死我死，啊，你死我必报仇。所以誓约的成分在古时候，它的来的程度极高。那为什么把这个殷郊、殷洪两个这么大的神，就是在定位中是那么大的神，却告诫人间一个文化：谁去毁约，用了这么大的神，谁毁约，将遭受之痛苦。那不是痛苦了，就是说粉身碎骨。但崇黑虎即使是跟苏护这么好，包括他的哥哥崇厚虎，谁都不知道崇黑虎有什么本事，只知道他跟异人学过道，但不知道他哪儿学的，这东西怎么回事不知道。所以这里面如果就我个人来讲，我以为呢，这叫天机不可泄露啊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你可以用它，但你不能告诉多么至亲多么好，你也不能告诉他，因为你得到的东西不是普通人有的。如果说的更我能理解的更深刻的一点呢，就是他们学的本事是从神仙高过人的生命那儿学来的，他就不能被人去理解，就是不能在人的环境中，哥们儿喝酒喝多了，你就给白呼出去，那不灵，那不灵。那个时候没有中宣部，所以你现在的中宣部都是反着走的，吹牛皮在前头啊，吹牛皮在前头啊，吹的东西就是骗的东西，骗的东西就是中宣部的概念，正好跟原来的神，
所定下来的承诺之说背道而驰，完全是背道而驰。所以他是中宣部就是鬼魔来的啊，宣传的概念是鬼魔来的，这个跟承诺需要宣传吗？承诺只需要履行，对不对？只需要放在心里头，我只要承诺了对方，我必须兑现。其实都不是必须兑现的问题，那时候人的生，那时候生命的概念就是我承诺了就是天经地义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兑现和不兑现的话。兑现之说都有强迫之感啊，有一种强迫自我逼迫的感觉，那已经生命不纯净了啊，生命不纯。所以这是就我个人来讲，当看到崇黑虎说有本事，苏护只知道他学过艺，学的什么不知道那干脆崇厚虎根本就，他哥哥根本就对兄弟根本就不了解，完全不了解。所以这是在第一次在一开兵建仗就出现了一些有本事的人，但这有本事的人一个是正的，一个你也谈不上叫一个正的，就是一个去，两个都是正的，在人的层面两个都是正的，因为崇黑虎后来也是正的，可是呢他们跟随的师傅出现了差距啊，跟随的师傅出现差距，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。同样被封成神，但是呢他们的归属的背景因素有所不同，可能朋友觉得无所谓，那就是这么样。所以当郑伦来到了辕门前，就啊，谁是崇黑虎啊？他就叫板呢，就是叫板。崇黑虎一听，哎，这家伙什么人来了？已经给他这还，我刚才去这个苏护不开门，你说你跑到我跟前干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想说点什么话也说不了。崇黑虎一听呢，人叫阵就得出去啊。崇黑虎就出去，带着兵就出去了。他不认识郑伦，郑伦其实也不认识他。俩人谁没打过照面，那之前他也没打过仗，很长时间没打过仗了。说你是郑伦，他说你叫什么，他说我是郑伦，我说他还这没听过。那郑伦一听我没听过，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，对不对？那崇黑虎因为是已经把这个苏全忠给抓了嘛，人家挂了号了，苏全忠不灵了，那已经挂了号了，所以俩人就干起来了。这个郑伦使的叫降魔杵，那降魔杵其实郑伦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哼哈二将的哼，应该是哼，他鼻子哼，哼哈二将的哼，所以你用他用的手里那家伙叫降魔杵。那这个崇黑虎用的是这个降魔杵，应该不是很长，我也没见过。那谁用的是这个叫战金斧。所以两个就干起来，那他就这里头就《封神演义》就用整个一版就形容他们俩怎么打，四臂齐举什么，斧共杵啊，两将齐纵，叫金睛兽，他们都是骑的是兽。凡是跟艺人，就是说其实是学跟一些仙学过东西的人，刚才那天上期节目说了，他很少骑马。但如果真骑的是马，那马也是有来处的啊，马是有来处。所以这是前后，其实是在我眼睛里就是前后一种，如果你去借鉴希腊的那个神话故事，人神共在的神话故事，我觉得能够多少能理解一点，就是他是经历了那么个一个年代才会有这种事情出来啊，才会有这种事情出来，这些人才会骑这些东西。我说的意思是在这里头。所以那两个人骑的都是兽，叫两兽相交，只杀得红云惨惨，白雾蒙蒙。两家棋逢对手，将遇他叫将遇作家，我不知道将遇良才，来回24-25个回合，写了一大堆，才打了24-25个回合。所以那个时候开兵建仗是这么个打法，我们现在打仗跟那个概念不一样，所以你按照现在人的观念来说，那时候多傻呀哈，三五千人在后头等着，就等着哥俩打。其实里面为什么叫哥俩打，我现在能理解的
包括其实《三国演义》也都这么写的。为什么两个将官是打？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道义在里面，德行、生命的境界跟道义。那上下天上也是这么打，下面就这么打。所以那个时候说人神可以相互沟通的，是因为人的龙、人的元神是可以沟通的。所以在他见你这么讲吧，道德没有沦丧到像今天那么人们完全在利益的角度不择手段。所以今天如果今天的人像那个时候的道德存共生的话，跟那样人的概念、道德概念都存在的话，我相信就不是佛家说的末法末节。今天是竭尽一切手段，在竭尽一切手段之上再创造手段，竭尽所有之能之阴谋诡计来获取自己的结果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今天，所以今天也就变成了，之所以称为末法末节，之所以称为最后的大审判，是因为人不是人了，才出现现在的场面。我个人觉得是，这就是一个道德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境界问题。所以今天的人，你按照这个方法，按照这个所谓的方法论去解释的话，你根本无法接受在古时候那时候的人，那时候的开兵建仗，那都要死了还不竭尽手段，他不对吧？他坚守了一个生命的道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那时候的人他对自己的死的认识跟现在人的死的认识完全不同，对吧？他见过高人，他见过异人，他异人就是有特殊本事的人教给他的一些本事，他知道在某种程度他知道他今天脱不开，但是他死后他都知道自己去哪儿。当他知道死后去哪儿的话，他会那么坏吗？所以你要能理解那种生命的含义啊，要能理解。所以他们在出手时，在做法时，在一些真正的处理这种开兵建仗时，同样是我说就是他坚守着生命的道理啊。今天不是，今天人叫高低动物。郑伦见崇黑虎背上他背着那个葫芦，那葫芦呢都系个红绳，我不知道是道家都得系红绳呢，还是都反正他系了个红绳。所以郑伦就知道，他说主将就是苏护跟他说了，从有一人曾经传授给他秘术，也就是他有法术，他说打人不过先下手，他曾经拜过西昆仑。这里讲郑伦拜过西昆仑叫杜恶真人为师，那真人知道郑伦是封神榜上有名之士，特传了他窍中二气，能吸人魂魄，凡与他对垒的逢之即擒，所以而且就直接要求他下山投奔益州，冀州，叫争得一条玉带，享受人间福禄。就这么一段话，这段话里其实就讲述了郑伦的来处。在西昆仑，昆仑东昆仑就是老子跟元始天尊，西昆仑是他这里你要查杜恶真人的话，杜恶真人在《封神演义》里出现过两次。但是杜恶真人知道郑伦的来处，知道郑伦的去处，所以这里就揭示了一个概念。他当杜恶真人去传授郑伦的时候，这种东西的时候，已经知道他最终归属了，而传给他的东西呢，告诉他是知道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之士呢，传给他的东西是应对他最后被封神时的那样的神位仙位，所以他是哼哈二气的哼。在后面包括土行孙他会遁土遁，但是呢后来就是哼哈二将的哈哈出来的时候高过了郑伦，那个土行孙后来出来被张奎杀掉的时候，张奎的速度也超过了这个土行孙，但没人解释
这个张奎的背后师傅是谁，没有，都没有解释，这是很有趣的。也就讲说怎么说呢，叫什么，楼外楼，山外山，天外天，人外人。换句话说，郑伦他的师傅可以被人知道，但后来的哼哈的哈将他的师傅都不被人知道。有人说呢，有人说杜鄂真人呢应该是跟女娲是一辈的，有人说是女娲那一辈的，又如果是女娲那一辈的呢，他就高过了，高过了这个老子。也有人说是应该老子这一辈的，但是查不出来，查不出来。所以这些内容呢，就我个人理解呢，可能在以后人们会知道，但现在人们不知道。但你能够体会到，就是正的本身的东西，就是在正负对应的角度来讲，正的对应出来都是完全有，从一开始就告诉你明白他去哪儿。所以生命是个过程，郑伦在人间替苏护打了一仗，然后替着后来转到这个姜子牙这边打一仗，他一直就是走了一个生命过程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解释，他不是最终的归属。其实郑伦也讲，无论他本事多大，他不是生命的归属，他的生命归属是被神定的。我个人觉得，朋友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故事的话，同时就对应着理解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经历了这个年代，经历了这个时代，我们生命的本身就是个过程。有朋友说，涛哥就爱听你说这句话，听完之后心里比较平静，比较宁静。我们从时间是个神，我们从现在是不存在的，现在只是未来，而未来又是曾经，这话可能一说又长，未来又是曾经走向过去的这个界面。你要把它理解成这件，现在物质你看到的一切就是一个界面，它都是一个过程。所以当是一个过程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在乎得失，你只在乎你选择的道路，就是你体悟的生命之路是否对，对吧？而对，对不对，就是善良与否。这是人之初性本善的，我以为真正的说法。人之初性本善，意思就是你想回归之处就是善良。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这个，人想回归，必归往善良。与善良作对的就是权力，他必是恶的。所以习近平惧怕方得始终这句话，他选择了恶。他选择的恶的原因是因为王沪宁的人之初性本恶，完全跟神所对应的人的生命之路是对立的，才走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概念。而走到今天这个概念是什么？习近平的归属跟王沪宁的结合，后面有江泽民、曾庆红的这种动物的作怪，加上共产党整个邪恶的本质，来衬托给今天所有遭此苦难的朋友，把自身的业力消掉，能够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净化，走到生命的归处。其实是这个，我以为我能理解到的是这意思。所以这里呢，真人知道郑伦是封神榜上有名之士。我做个对比，你比如说殷郊殷红被这个赤精子他们救了之后，赤精子他们只是出于他生命的本身的慈悲，和他们知道纣王要完蛋，来救了殷郊殷红。他们不知道殷郊殷红的来处，不知道。所以这是相互对应，你能感悟出、感受出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。那可以吸人魂魄，三魂七魄，我跟大家解释过，三魂七魄是因为有天地人，七魄是定数，
真的是定数。所以中共习近平会玩在气上，你放心吧，哈，大家看着怎么猖獗，出事的时候吓所有人一跳。我看我个人能不能赶上那个时间点，他那边出事的时候咱们就即刻坐这儿跟大家伙白活。我个人觉得可能有机会赶上，就像实况转播似的，咱看他怎么完结的七的定数。有朋友说涛哥这话说的也有点太那个了。故此要他下山投冀州，争得一条玉带。所以这里头说的含义就是说，他就是这样的，生命就是这么归属的，所以呢就在人间享受一把，走一个过程就完了。今日会战，这就现在打起来，郑伦回到现实了，郑伦把手中的降魔杵在空中一晃，大概是个棒子，估计就是个棒子，一晃，三千乌鸦兵摆出蛇阵。所以在抓人的时候，那时候都讲阵，其实讲阵讲这些东西是上下对应的。三千乌鸦兵摆出蛇阵，拿出的都是那钩子什么的，没见过，哗哗，这个就上家伙就来了。叫他叫什么？人人拿着钩，形如长蛇之势，个个横着铁锁，叫飞云闪电门而般过来。那都不是散兵游勇，所有打仗的都是按照规矩，按照这个八卦，按照什么什么十二宫，按照那么走的，按照方位走的，啊，按照方位走的。黑虎一看就不明白，我这打了半天，他怎么哇把这杵一摇晃就要抓我？他抓我？哎，他还打不过我，他抓我。所以这个黑虎就有点懵了，哎，啥的意思啊你爷们儿？结果这郑伦就从鼻腔中，有朋友说涛哥你有鼻炎，最近听着可能好一点。我跟大家解释过，这是个过程，没什么鼻炎不鼻炎的，啊，是个过程。最近你听我节目里头哼哼的声少了，对不对？鼻腔里出了一声叫一声响如钟，出了两道白光喷出来。他讲的是两道白光啊，有人说呢是喷出了两道白气，反正你如果境界低呢，你这个生命太低呢，你看到就是光，你生命在他那靠得近点呢，他可能就是气，他随便你怎么解释。吸人魂魄，所以这个重黑虎耳听其声，眼花缭乱，即刻眼花缭乱，失去了重心，倒挂紫金钟，砰就掉下来了，一对双靴在空中乱舞。其实就是把这么讲吧，就是把重黑虎的魂魄从他的天灵盖里头给拿走了，给吸走了，讲的是这意思。那你这块肉一吸走了，那就不是他了，就这个肉里头没魂魄了，可不就啪嗒掉地下一滩肉啊。讲的实际就是这个概念，就像我们讲说遇到鬼似的，那个鬼能进到人的身体里成鬼了一样，附体的概念类似的。所以厉害的都是摄其魂魄。 X 战警当中的教授其实他不敢，他摄其不了人的魂魄，他可以在人的魂魄中交流，他讲的同样是这个道理，他能够跟那个魂魄进行接触和交流。 X 战警里面的教授就这么回事。但是洋人可能就是他的说法，大家说那是什么科幻什么微慢这个哪，其实他微慢也好这也好，他终归落在生命上，他用了科学的所谓的科技的超现实的做法去讲述着生命的道理。那个微慢其实是同样，乌鸦兵上来生擒活捉，给他一捆，说黑虎半响半天才苏醒过来，定睛一看已经被绑了。重黑虎大怒说，此贼你用障眼法不明不白你就把我给抓了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他抓他一糊涂，他当然不明白了。这里头要说他明白，说重黑虎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就胡说了。魂魄出去了你哪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
我咱们那么讲说，如果习近平背后有妖怪给他搅和他，类似喽，他会说出一些令人很瞠目结舌的话，对吧？如果某种程度上，他为什么都念稿？他已经守不住自己了。这话说的，他守不住自己了，他已经脱不了东西了。但他会觉得自己很那个，其实搞不好那是假的。叫海岛名师传，是海岛名师寿密奇，英雄猛烈，是英稀，稀少的稀，神鹰十万全无用。方显男儿语不移，这个古书呢都是这么，他古书里面形容的很多都是崇尚生命来的，和生命上下的这种关联。修，你看那些《西游记》里面、《三国》里面，其实也是这么写东西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写的东西都是描写欲望的，啊，真的都是描写欲望。什么情不情的，其实就是那个。苏护正在殿上，忽听得城外鼓声响，他说：“完了，郑伦完了，郑伦完了，郑伦完了。”探马飞报，骑兵老爷郑伦生擒了崇黑虎，请老爷定夺。苏护不知其故，心下暗想：郑伦非黑虎之敌手，为什么反而把他给擒来？即传令来。郑伦来到殿前，将黑虎被擒之事诉说一遍。只见众士卒把黑虎簇拥的压到了这个台阶前。所以刚才我说了，苏护是不知道郑伦有这本事。这里面就跟大家讲说，换句话说吧，王林为什么吹牛皮？邪的，那人死了，对吧？玩蛇的、玩动物的，很多都是邪的，所以他去在外面张扬。正的有本事的，没有张扬的，绝不会张扬，对吧？所以有的朋友不信，中南海里的官有一个算一个，没有不找这个的。他愿意出钱，要愿意以势压人去。请这世间中国人当中很多有本事的人去找，但他找不着。正的一定离官离钱甚远，不碰的。他找来的全是妖怪，所以咱说江泽民、曾庆红是妖怪。你在这种古书中，你要看明白，你就都知道这是妖怪。肯定是妖怪，所以，真正正本妖怪干嘛？妖怪在人间，在人的环境中要得福报，要透过自己的本事换钱花。马云给王林修了个大金门，2013年出事的时候出在那儿，在修大金门的时候碰到了六四，所以马云对六四有了一番说法。今天你再问问马云，对吧？说他有钱，我跟你讲，马云憋死他，憋死他，那谁难受谁知道？那样的人生活在一种欲望的环境中，谁能放得去呀？胡说，对不对？看，你就这么看着他，你就知道他没招。这不是马云对错，这是一种悲剧，这是告诉今天所有的朋友说，你很多人崇拜马云，说你成他那样，你成他那样，支付宝是人习近平的了。然后呢，你就说了，嗨，如果我不用到他那份上，我能占他1%、1000%，我就足以了，放个驴烟屁。等到那儿的时候，就不是。他马云之前，他也有很多有钱的人。他马云也没说，我到那儿我就知足啊。知足能有支付宝吗？那是男人的伟大事业。那神经病，对不对？折了就折了。这是没我这没说马云对错啊，咱说这意思。
这里咱讲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说什么叫正的，什么叫邪的，在现实环境中你能看到如何分辨。黑虎被压到台前，苏护一看，赶快就下来了，喝退其左右，就亲自给苏护松给黑虎松绑，然后跪下来跟黑虎说，苏护今天得罪于天下啊，乃无地可容之范臣，那郑伦实在是不知道高低，触犯了天威，那苏护当死罪。他为什么给他跪下来？那是拜把子兄弟。大家要知道，这是做兄弟的，今天都是拿手。你看习近平多狠，习近平害了所有帮过他的人，骗了所有他帮过他的人，最后他依附在王沪宁身上，连话都不会说了。这就是今天的习近平。哎，你知道一正一邪之前后的关系。所以那你让我说习近平，他就是他有机会，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命运，他的机会呢能够一步跨过他的命运，但他没跨过，就出了这么个家伙。他没跨过，他当时跨过就好了。他没跨过是中国人的福祉，没跨过是个人的贪婪。崇黑虎答说，叫仁兄与弟一拜之交，不敢妄议啊，今被部下所擒，非常惭愧，无地自容，又蒙厚礼相待，黑虎感恩非浅。所以这就是把兄弟，这是生命的境界，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环境中，在那个时代当中，整个社会当中，整个人类的环境当中表现出来它的品质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，那些人很多人都可以跟神接触，他们也知道鬼魔是什么，是共通的，是有着相互交通的。苏护请这个崇黑虎上座，命郑伦等众将来见。崇黑虎说，郑将军道术奇精啊，今天被擒，黑虎终身悦服，服了，服气了。苏护设宴与崇黑虎双欢饮，苏护就把天子要欲进女儿之事跟崇黑虎诉说一遍。崇黑虎就说，小弟此来一是为了兄长崇厚虎嘛，为了兄长能失利而为，二是为仁兄解围，不期呢令郎年纪幼小，自持刚强，不肯进城跟仁兄传话，所以被小弟给抓了，此小弟实为仁兄也，对吧？小弟实为仁兄。所以黑虎就先跟苏护道歉了，说你看把贤侄给抓了，这本来不是那个意思，这贤侄他不听啊，他厉害。苏护就此得此请，何敢有望。不言二侯在城内饮酒，单言就是崇厚虎，抱马滚进辕门报，启禀老爷二爷被郑伦抓了，未知凶节，请定夺。后虎说，哎呀，弟弟有本事怎么会给抓走了，就问说二爷跟郑伦交手的时候怎么就被郑伦给抓走了。那个旁边那时候打仗，旁边有叫什么官地廖镇的，他得看，就像那书记官一样，他得记住遇见谁得先记录下来。说只见郑伦把降魔杵一摆，三千乌鸦兵一过来，郑伦鼻子里头出了两道白光，扑一出，咱二爷就从这个兽上掉下来了。他叫二爷便撞下马来，他骑的不是马嘛，对不对？故而被擒。然后崇厚说，哈，世间竟然有此等艺术，再派这个探马再打听虚实。他不信，对吧？贪就是贪恋之人，贪财之人，淫邪之人，下贱之人，他不会相信这些艺术，他的信大多也是在他的那种
怎么说呢，贪婪之中去讲，所以就再报虚实。哎，就这他还没说完呢，说西伯侯差人来上书，在辕门下下，在辕门那儿下马了。那你这个时候崇侯虎他当然心里就不高兴了，对不对？本来兄弟能干一把，这兄弟出事了，正不知道怎么着，你又来了，你这不是诚心堵我吗？对不对？崇侯虎心里不悦，令来，就给我散一声。散一声是这个西伯侯的这个相，应该是他也不叫相，就是上大夫，类似是这样。文有散一声，武有南宫氏，这是当时周文王一文一武镇守西周的这个两人。那散一声呢，就是一张嘴胜过千军万马，一张嘴胜过千军万马。那个时候也都讲究，一动武就输了啊，一般一动武就输了。大家讲究的是一种生命的境界啊，生命境界。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散一声来写了几个字儿？这字儿呢是周文王写的。散一声素服上帐行礼，卑职散一声拜见君侯，说大夫，你主公为何投案，竟然不为国，按兵不动啊，叫违避朝廷圣旨之意，这是犯罪的。就是说当时是纣王说了，大家要干一把，你们俩去，对吧？西伯侯跟北伯侯去讨伐冀州府。哎，你让我北伯侯来了，你西伯侯到现在不发兵，你来一个秀才，你那时候没秀才，你来个秀才，你糊弄我，你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那意思呢，就是这个北崇侯虎鸡贼嘛，他老想害别人，老想把责任推出去，就跟现在一样，把责任推出去。因为他为什么抓住这个西伯侯说不派兵这道理？我打输了，我打败了，不赖我，是因为西伯侯不出来。哎，他把责任推出，跟现在人一样，对吧？跟现在好多北京人做法一样，好多北京人做法一样。你主公甚非为人臣之礼，大夫你还有何？你到这儿来，你还说什么？散一声说：“我主公讲了，我主公讲了。”兵者凶器也，人君不得已而用之。你看，所以他站在的就是善的一面，一定站在生命的道理上是说，恶的一定是站在得势跟利益的道理上是说。那说你不对啊，那后来那不是西周也讨伐商纣了，在竭尽所有的人中之善意之后，他讨伐的商纣是因为这是天意所向，所以这是有理有节有据，但绝不是软弱。先礼后兵的含义就在这里面，先礼是生命境界，后兵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今天中共的体制不是，今天中共的体制一切都是拉手，习近平拉手坑了所有帮助他的。你最主要你可以看，就是王岐山胡锦涛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对吧？他现在反而依属于这个王沪宁。金英小事劳民伤财，惊慌万户，就是打扰老百姓。过州府县道，调用一应钱财啊，路途跋涉，老百姓饱受叫征租之苦，军将有披甲迟锐之苦。披甲那就是穿着军装啊，那个军人出征的话，那就他是苦了。因此我主公遣卑职下一职之术，以息烟火。一息烽烟，让苏护能够送女进朝廷，各自罢兵，
不失一殿之臣之意。这个如果苏护不从，我再派兵来，啊，围剿锄奸，罪当灭族。那时候苏护无话可说，对吧？死而无憾。这是讲的道理呢。那崇厚虎就不可能接受，对吧？他这么讲说，崇厚虎为什么不可能接受？他听不懂。对不起，他听不懂散宜生这番话。叫鸡伯侯自知叫违背朝廷之罪，还拿嘴来糊弄我，派你拿嘴来糊弄我，来自己去解释为什么。我先来了，我又损兵又折将，恶战了好几场啊，就到现在连我兄弟都给抓了。嘿，你这时候来了，说你拿张破纸你摇晃，你叫苏护就听你的，把女儿献了啊，这胡来吧，你不是糟蹋我吗？对不对？嘿，去赶快走赶快走。崇厚虎的去，快快走，去见苏护去。哎，快走，就看到时候苏护不依的话，看你怎么去回旨。走吧，赶快走。所以生命人与人之间，生命之间是有差距的。在人之间去，在人的角度去理解，生命的角度去理解，你能够接受对方的说法，能够接受别人，在利益的角度，因为它都是占有的，所以占有的东西都是封闭的，这东西是我的，对不对？不能给你。当时封闭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拒绝别人的。这东西是一通百通的，这东西是就一应结应的，就是所以生命的认知是最关键点。有本事的人只看他生命的认知，不看他具体做什么，具体做什么竟是骗子。穿西服是洋人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那洋人穿个大襟是中国人？不是，对吧？说相声那大山，甭管大山小河，对不对？他在中国挣钱，挣了钱了，发了财了，跟姜昆学到那份上了，那你说他是洋人来的，他就是加拿大多伦多的人，他本该有着他自己本来的东西，他那今天面对着钱财，他作何选择呢？所以一个道理就在于生命内在的东西。散宜生出营上马，直到城门之下，城上报给你主公西伯侯差官下书来了。骑兵老爷西伯侯派官来了，在城下说有书信给老爷。苏护跟崇黑虎俩人还喝酒呢，然后苏护说了，这个西伯侯啊，叫鸡伯乃西岐之贤人也。贤就是好人了，那种高档次的人了。开城请来。那散宜生在殿前行礼。苏护说，大夫来到彼郡啊，有何见解？卑职今奉西伯侯之命，叫前越君侯怒体反失，得罪了天子，当即起兵问罪。而主公，我主公素知君侯忠义，故按兵不动，没敢侵犯。今天有书上达君侯，望君侯能够详查。所以这里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，叫前越，对不对？西伯侯耽误了不少时间。对不对？那从西伯，从这个西岐到这个冀州府，那有距离了，所以这是西伯侯他自己也承认，我就故意不去。而故意不去，他为什么心中有谱？就是西伯侯当时在朝歌听到纣王的那个下旨诏书的时候，他就认为这里头其中一定有诈。西伯侯周文王知道苏护之为人，所以麻烦一定是在纣王身上，而不是在西伯侯身上。而麻烦在纣王身上，是因为纣王下的诏书要北伯侯西伯侯讨伐冀州府，但没告诉他们为什么苏护在大殿上骂纣王。
他也没告诉他们为什么纣王单把苏护给请到大殿去了，嗯，掩盖事情真相，哈，所以这是如果朋友们在现实的环境中去这么看问题，去看人，你就知道很多事儿。人说，人说叫什么，得有料，得抖，我们有内部有消息，这垃圾，什么内部有消息，没用的 啊没用的。内部有消息就有真假，你如何识辨真假，对吧？你如何识辨真假？但随着生命的善恶，劝善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所以这里面他就讲了，又讲出这个缘由，所以为什么不来？那西伯侯不来，不去讨伐，所以北伯侯说他故意怠慢这个大王的这个旨意，那指责是对的。反过来，西伯侯自己自然心里有谱，说我跟苏护，对吧？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谈不上。因为撒一生很会说话，很会白话，跟他说明白，相信苏护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人家周文王没动过，就知道你今天北伯侯非叫什么窝头翻个个，让你现个大眼。也就是说，北伯侯周文王根本没把北伯侯放在眼里。别看你咋呼的凶。撒一生从锦囊里取出书，取出书信献给了苏护。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君侯苏公麾下。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的礼仪是这样，西伯侯的爵位高过苏护，但他在写信当中叫百拜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天子今天要选妃子啊，那上下百官凡公卿之驾都不得隐藏，足下有女很贤叫淑德，贤淑德行，天子要选进入宫本来是好事美事嘛，足下竟然跟天子相抗对抗起来了，这事儿不太合适。你还把大王给骂了，他这个犯罪了。骂完之后到了午门你还提诗，这就是罪上加罪，一旦不赦了。足下要知道他，所以他没有提这个冀州跟这个就是跟这个北伯侯之间的战争。足下知道这可是小事啊，为了一个爱女，就为了一个女儿失君臣之大义，这个不对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是讲这道理。昌素闻公忠义，不忍做事，特进一言。所以一直这里就是讲他对苏护的理解，愿转祸为福啊。足下如果进女进王宫，有三例，那自己的女儿呢受宠，那父亲呢享受这个叫官居国戚那当然那个这没错了，对吧？这是一例。二，冀州永镇满宅无京，就是整个冀州城尽享富贵，没人敢惹冀州的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百姓无涂炭之苦，三军无杀虐之惨，所以那就大家不用打咯，这是眼前的。所以跟他讲了三个，一个是你自己，第二个是你今天的这个你的封地，第三个是眼前不打仗。如果你不干，那眼下有三害，冀州会失，冀州失守，宗社无存，那你就苏家就全完了，没了，对吧？断了，绝了门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个叫骨肉有族灭族之祸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军民遭兵马之灾，这是三。所以他倒着说的，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，那区区无知之辈以自取灭亡，岂能效区区无名之辈以自取灭亡在
那姬昌跟足下同为商臣，不得不直言上书望君侯刘义啊，叫厉侯宰决，裁决金齐，所以跟他讲述了利害的关系和礼仪本身。那这东西就是不好办这事儿，在当时的环境当中，所以周文王从大到上中下三条跟他讲明白了，这没什么可讲的。所以苏护看后半晌不言，只是点头。散宜生见苏护不言，不言乃说：“君侯不必犹豫，如果你愿意，咱就修旨、修书、修旨，以一书而罢兵也。如果不从，那你就啊，在下就回去了。回去了，到时候那西伯侯就只能派兵来了。这事儿没招了，对吧？无非就是上从天命，中和诸侯，下免三军之苦，上中下。”正的都讲上中下，其实都讲天地人，在不同的环境中去应对着天地人。原因每一个人有三魂七魄，这上下就是这天地间就这么定，人生活的环境就是这个环境。我以为就叫三界的概念。此乃主公一番好意，没什么可讲的。不如这个君侯就从了。苏护闻言就对崇黑虎说：“贤弟，你来看一看，这个季伯之书甚有道理啊！果真是为国为民，乃仁义之君子也。不敢不从命。”这个就款待散宜生。第二天就修书送了这个，送了金缕。随后然后跟这个散宜生说，我随后会进女去进朝歌去赎罪。散宜生拜辞而别，叫一封纸书抵十万之师，舌遍玄河会百川，方知君意与臣贤。数行书信转苏侯之意，何用三军叫枕葛眠。这是我们看到叫说，其实在治国的概念来讲，动武恐吓是最低俗的，最下贱的，用武力恐吓是最垃圾的东西，自古到今从来如此的啊，从来如此。因为动武恐吓就是他的整个生命的概念都在人的层面，都在肉的层面，它不存在任何的一种生命境界去探讨。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啊，所以永远你记住，仁义的东西，人的生命的概念，永远把礼放在前，把义放在前。所以但今天的中国社会都是以得手放在前，我占了便宜放在前，所以一出手就是下贱的。那不只是低俗，那是下贱，因为他扼杀了你自己本身的生命。你一出手的时候，那明白的人一看，完蛋，猪狗不如。为什么？他只贪利，趁人不备，人家没招你，趁人不备把人干了，对吧？就像我说的，那王无论他们对错，王岐山跟这个胡锦涛帮过习近平。他得势之后一扭脸把他们俩给干了。我相信麻烦会出在这里。这是一个生命的归属问题，这是一个解读生命的概念。那你再厉害你上不了天，对不对？你再厉害你也下不了地，但你一定是恶鬼妖怪在你身旁为伍。且听下回分解，非常感谢。